我先讲天赋树。等一下哦，我真的是很耐玩的游戏哦，太过分了！哎呀，怎么会出了一这么耐玩的手游啊？反正最近放置类型的手游都还蛮火红的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先讲一下，我们先讲天赋树好了，因为其实也没有说一定要讲啦，只是说我觉得很像很重要。对啊，所以我今天自己的标题先下天赋树系统。那天赋树系统呢，其实就是我们可以升级我们的这个天赋。我给你们参考一下。那我今天这个标题就讲这个了哈。那像是你们可以先升 ADK 的嘛，先当然是先中间这个啦，因为基本上可以一直升下去。那你可以看一下它的内容是什么，这个也不错啊，其实，反正就全部投下去。所以我们就讲天赋树的一个加点，那你就是可以继续升下去，真的是很好玩哦。哎呦，怎么会出这么好玩的游戏呢？好，我今天的标题就先下这样子了，给大家参考一下。看你讲什么是天赋树，然后呢，我们可以去领起来。哦，天哪，天哪！来一下 PVP 啊！是我的宙斯。等一下，蚊香荡掉了，因为切太快了。你这么可以继续领一下签到奖？哇塞，这签到奖也太好了吧！哦，天哪，天哪！通关神庙第三层，我顺便把我们主线解一解好了。哎呀，就是这么好玩啊！不知道怎么讲啊。这打神庙的时候不能看那个哦。好吧，那今天顺便演示一下神庙，然后跟你们讲一下什么是天赋树。这就是我们主角，你可以对他进行鉴定。那你可以在这边先比价一下，看哪一个准，哪一个加比较多。哎呀，怎么会出一个这么好玩的游戏呀？天，这边就可以比价一下。这个也不错，这个也不错，这个也不错。你看我们这个挂机又挂到比较好的装备了，你看，再把背包给它熔炼。那我们刚才已经熔炼过了，比较过了，这样就可以去弄下去。好像他有 PVP，哦天哪天哪天哪！那当然是先刷比较低等的下来，这边可以设定出战。下一只忘记练了啦，当然啦 PVP 最重要啦，其实每一集要演示的东西。我觉得 PVP 是比较重要的。什么啊？我战力输他哦？真的假的？哦哟，一定是我没有那一只。
然后呢？这边我跟你们讲一下，因为我们盖得到一个战火嘛，所以立马把他们两只都放下去。那立马把橙色再拉上来。哦，这游戏真的是整个游戏都太过分了。哎呀，怎么办？哎呦，是我这么耐玩的游戏、啊。好，然后上面左边一样可以继续领这个宝箱奖了哈。那、啊、你看这边也有聊天室，嗯，就这么好玩。